救生命，尽在生命电视台。接下来请收看长老法语。带有一点红色紫色的分下去了，有山山该有水山该两种嘛喏，红色的呢，暗中带有光明该各种最好啊，嘛喏可以去实验，很没整个嘛喏可以测验得出啊。其他时间所有的流角，统统都是七波所成的，阴阳七波所组成的七波流角。那你两个世界的六个最好的不过是贴金矿固体了，哦，干的是最好的。其他世界是七波六个，嗯，而带来个七波六个，就去其他世界那是非常殊胜，那么七波的庄严的个六个，所以以严是指庄严啊，装饰都非常的好看，七波互相间隔啊，做到非常的好的装饰，一看起来是人神方意境。始终莲花太以吉论吉思图吉啦啊，文那个意思叫做茶啦，永远图茶论也做得那就叫意思图，本来就会茶啦啊，但是思呢图吉啦啊，太以吉论或太以茶论都可同啦，如果图茶论都关了也无妨了，没关系啦啊，没必要怪，不过思本来就吉思啦，这些就是茶始终莲花它以茶论非它以吉论，强色强光，黄色黄光，赤色赤光，白色白光，微妙相接，这说明那个七波池底背后有千朵莲花池，七波池七波池的中间有千朵莲花那个莲花有几胎呢，从茶论暗胎，茶论就是茶林的啦，茶林呢跟他们的茶林啊，我感觉到个没几胎呢，谁谁咋个听听呢，比如他家企业脚踏茶哦，是有茶脚踏茶呢，有几胎的茶轮呢，可是那个茶轮哦，没只是普通的茶一个轮，它是轮王的七波哦，转轮身王的七波，有一个轮波，轮王的七波其中只有一个轮波哦，个轮波非常胎几胎呢，一有损四十里四十法里安泰，所以其他世界的莲花最一世界就是像一该轮王七波的茶轮的安泰，就是一有损，所以说该一有损泰个呢，十有损八有损乃至千有损都有，比较台湾他泰那么莲花怎么该不有泰少呢，因为这个莲花啊，就会释放世间阴符跟人类往生的神处啦所以由于他是他一个有解放到神处说明那个众神王神的所在就受神处，所以九品莲花为父母嘛，一个七波池的莲花嘛，就会释放世间阴符跟人王神的所在，那么因为阴符那王神希望叫世界就在这个莲花中发生七波莲花中发生，所以莲花为父母哎呀，个莲花哦，随众神的托心呐。你一发心念佛，比如说你在娑婆世界，在现在两个世界，一发心念佛，极乐世界个七波池上啊，就生出一朵莲花。个莲花哦，就有你个名字，有你的名挂念这个位。没有人哦，发心念佛了哦，你就在七波池上生出一朵莲花。个莲花就有挂几个名比如说我在林老师念佛，可是挂有林老师的名字，林尊讲这个名，挂念这个名
下一班呢，人家不要紧紧，个连发就紧太累，紧太累哦。你害他嘞，个连发又会折射，他磨样嘞，个连发又会磨黑。所以顺义的痛样，感应分明，感应透高。你心肝气个样头，几多是一个连发，就指出去啊，增长受损。那将来善根神受呢，功德圆满了，往生西方。基督是这个西方三圣阿弥陀佛观音世尊如太菩萨就将万年的莲花拿来讲明你往生基督世界讲个莲花非常特殊呢拿来释放世界去讲明众生都基督世界去哈个莲花拿起来又差不多就去本本上的了没想到你个绑起来就死下来了一个不会也拿起来来什么是给接引你难错啊莲花红啊多种基督世界种种又不好好啊莲花又经太累经太累那你上品上神级多基督世界莲花就快啊中下品嘛莲花就下就这样快啊也挺奇怪那你娘夫的功夫太少仅仅太太给读水时会有你的感应所以为是感应免福没有那么释放世界的众生念佛都得到往生的时间都拿起本人的莲花来接引一时他不会拿错不会说啊念落实的拿到长落实的不会按的不会说不说话用啊用说了骗人的没按的事情不会说了骗人的准准是假的你不相信他不要你去基督世界看啊假的莲花哦有关人的名每个人都有呢那基督世界的莲花就按属性所以你念佛莲花就上去了，就连累呀、啊，连发累，连累又上去了。而连累上去就朋友一个名字啊，一个脱离啊，并没讲嘛，随便讲的啦啊。一个乡土生前六个方啊，有四十个记载啊，有人去记录世界观察过啊。所以念佛的人，就在那个莲花方七波莲上发生。莲花有很多个什么啊？强色的莲花就放出强色的光明。黄色的莲花就会放出黄色的光明橙色的莲花就红的了就放出橙色的光明白色的莲花就放出白色的光明所以说橙色橙光黄色黄光橙色橙光白色白光米没有相接米油米油米奥妙两般油米奥妙呢前面所讲的以随你念佛的功夫仅仅太太会随时有所感应非常美妙啊还因为接引人往生都在这个莲花中发生一点嘛不会差错这都是美妙啊所以显示这个基督世界的莲花呢一切都是随众生的这个同样以致增长那么接引往生一切是随众生的信念所以该就是众生的神处所以观无量寿经常讲念佛的人如果你有真心而求生西方平常时而作自家作观观想自家所在莲花行最后临终二十以前推盘起来清楚推盘起来清楚心观作观目走向起来观想想说我就所在莲花行阿弥陀佛就拿来的莲花呢就讲明来到基督世界就去跟观想说到了基督世界了莲花嘛慢慢开了莲花开了就看到阿弥陀佛观音世尊了主太菩萨有种种光明了作莲花开相作莲花合相坐下去作莲花合起来相到基督世界作莲花开相时时按的作观被顺熟顺便习惯他一百往生哈，去起吃菜，新吃人呢，就有莲花发生啊。但你讲你平常时都莫去锻炼，莲花上头让人都唔低。他一百真是分拿莲花的接引呢，你怕唔想上去坐啊，他就会发生往生的困难。所以平常要锻炼，锻炼。其实是一个莲花去起微妙，去起相接相啊，就是莲花的相密啊。小米是一处处能闻到一个小米见呢情象莲花去给情象莫讲基督世界的莲花水带都是金沙那你沙漠世界的莲花水带是南来可以说这个莲花其实都不会本个不难样的出
莲花出水啊，出污染就不染，唔会本莲花嘅本嘅水嘅内底啊嘅污染染不到。三婆世界嘅莲花上天能出污染就不染，何况极乐世界嘅七波莲池嘅莲花呢？当然是知气庄严清净啊，所以不是气气吉祥，美妙相接。也就是说明极乐世界啊，一个莲花殊胜的清净庄严的情形啊。上面就是正说明那个持觉莲花的意义，说明那个极乐世界持觉莲花的意义，持七波持啊，觉上有六觉啊。莲花有那个强王插拍的色放出种种光明啊，也详细的脱离已经说清楚了。然后总结沙提佛提到国土神修仪式功德庄严的叫有佛力啊，供养我有安和提到世界有七波十八功德水乃至七波六国殊胜庄严呢？沙提佛的你应当而已，提到世界的清净庄严的国土有两种属性的庄严呢，一是自发智，是上面所讲的持觉莲花啊，成就了属性的功能得用的庄严哈，完全是阿弥陀佛引体广修的太阳太行所成就的。无量寿经阿弥陀佛在引体做法从比丘的时间发四十八年，年年啊都要庄严相处的念受众生啊，讲将来就要组织最为清净庄严的国土来接受十方世界众生。所以上面所讲的种种功德庄严，都是阿弥陀佛引体啊以太念修太行有一个四十八年庄严成就的。所以都有阿弥陀佛的引体的太念太行功德庄严，才能成就现在的持觉莲花的美妙庄严。每一段经文哈，讲到多后面呢、啊，都有按那个总结的文字，显示讲嘛，以下个庄严嘛，有因有果，唔系天上掉下来嘅，唔系天神赐言嘅，都是用我哋嘅告诉啊，那个基督教教民陀是阿弥陀佛啊，那个以雷神立劫修行，以一个四十八年修行啊，庄严所成就嘅清净国土。家庭无几个太阳，无几个立业修行，无可能成就那种个庄严国土。所以行菩萨土啊，要庄严相土，庄严相土，就是讲将来你成就佛土，必定要有清净庄严的佛果，将来要接引众生，念受众生。那么有人会反映讲，刚才按念阿弥嘅告诉释迦牟尼佛，唔多几无庄严相土，将会有那个娑婆世界嘅五处恶事，其实唔系。三婆世界的五处恶事啊，那是我们众生的业感，众生的恶业业的所感。释迦世尊有几个枪土，它是我们使用不到，因为也是一个凡夫啊，五处恶事的错业的凡夫。所以为摩经讲啊，释迦世尊的枪土清净庄严嘛，老基督世界蒙一蒙骗，同样按清净庄严啊。所以一个为摩经。也太平天王讲，我所看到的释迦佛的世界啊，清净庄严，由于极乐啊，由于阿弥陀佛，并无异样。所以莲严经讲，佛当时讲，我以安子开演法讲，你谦寂心，成罗显喜啊。你把那个娑婆世界用强强角质一安啊，就变成清净庄严的法藏世界，到极乐世界中央。他是你众生妄想心从啊从业啊贪嗔痴从啊，所以谦是寂气一念心啊，一个心一通念都是贪嗔痴啊，尘罗嫌弃八万四千尘罗烦恼减创一个心念啊，统统都发起来了。所以众生有贪嗔痴，因此你所见的世界啊，就是五处恶事。感谢你把心体清净了，那你所见的国土也就清净了。所以为摩经讲，随其心净则国土净。因为按那个缘故，那你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哈，也要是心体清净，也要努力消除烦恼，努力精进念佛
团烦恼，虽然不能完全团心，多了临终的时间能够复啊，降伏烦恼，所谓复佛，把烦恼总是降伏，不会升起现行，有因缘进转啊，有个因缘的啊真缘分明，佛就可以叫因缘的往生。那么有了个复佛的力量，多了几段时间，慢慢就能够破除了个烦恼的佛障，所以啊，为是大愿往生啊，并没讲话人家三宝世界的五处二十个众生本本按从的业障，那可以随便多几段时间，那必定要有精进努力啊，只是多了临终的时间还有部分啊，业力的业障的烦恼总是蛮消除，它能够降伏压伏啊，临终时间啊能够复佛，把烦恼总是啊复等没神奇现象，以念个真念佛名哈，晓得念佛，佛将能够叫你往生西方。所以临命终是一个不能复佛，烦恼终是因缘生意现行哦，该就是往生会发生障碍，所以必定要平常时好好努力进修。那么每一团文呢、啊，同样有按那个结文啊，下面每一团的结文都是说明阿弥陀佛的引体太阴太阳所成就的，不必详细解释啊。第二团文讲了以后，后面该神修与世功德同样的脱离重要。上面就是第一团，思觉莲花，第二法恶警惕，说明几多时间啊？有那个法恶警惕的倾向庄严。经文讲，有沙利佛，彼佛国土上作天恶，天恶和摩托的天恶。严恶的恶，王金为替朱亚六世，一田满陀罗花，永远通过雾，雾田满陀罗花，通雾是啊哈，是黑罗严转过来的，啊，黑罗通雾，啊，通黑罗严转过来，通雾田满陀罗花，你看本来是意思，意思，意呀、啊，落落意的意思。天当落一下来，它是为着意，它是东西从果子下落等下来，按到意托气上，托意意就是落落等下来啊。如果托乌托观的也不是怪，乌天满陀罗法就是好落音转过来，因缘可以通了啊。乌就是落，讲天上落下很多那个种种的法来啊，所以乌天满陀罗法，或者意天满陀罗法。企图众生上以清淡，告以一戒，是本来是戒思，本是戒思，他永远脱戒，通业上脱戒也通啦，告以一戒，两音都通，合法脱一戒，脱一戒，四点两音是戒，里面的戒思就是三昧，三机昧啊，三昧就是戒，有一种身法的机器就是戒。啊，两音可通。身中妙法，供养他方十万亿佛，即是十方多本国，凡是经行。沙利佛极乐国土，成就一世功德庄严，也就是听一段法恶警惕。啊，极乐世界上是落下众多的啊，那个天上的宝法啊，有种种的淫恶，代替以警为替啊，彼佛国土。还有啊，沙利佛呢，比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的国土，上作天恶，天恶有两种意思，一种是天然之恶，极乐世界的虚空上啊，有真多的恶气在空中，自然会出生，这就是不是天然之恶，不是人去靠近，天然自然会出生的淫恶，这不是天然之恶。有的是天人造恶，天上的天人造的淫恶，该不听一种是天人造恶，所谓是天恶。这上作就是一日多按周亚六时上上游，会是上作啊。非常天人造恶，非常天然的淫恶啊，上上在那个极乐世界的虚空之中啊，都有两种的恶淫出现。而一个胎地呢，王金为替，呀呀，这是第一种宝物讲，提到时间胎地都是王金，
天下的体面哈，统统黄金都是金砖补体啦。哦，他的都是黄金。那你那个三佛寺那个蔬菜哈，金的钱宝贵。你看金的一千几多钱啊？唔抵人啊，冇买金的啊，冇去注意啊。要金用的价钱冇去注意啊，唔抵几多钱啊？一千金的一两金的几多钱啊？唔抵。但是伊那个世界的金的钱宝贵啊。一个人如果一个金戒指戴在那货，就是表示讲哇，只有那个金戒指。或者一个金项链戴在那，就讲哦，还有金项链啊。其实呢，那个金戒指、金项链来当一时的东西，或者金属款啊，一时的东西。那有冇个稀奇呢？可是那个世界真宝贵啦。那你去天喜欢金的银行赶紧念佛，念佛去西方极乐世界，极乐世界满太地都是金的。莫讲我做金戒指、金项链啦，我做全身金的上万都有啦。哦，看我用几多金的，也可以用金的去做啥？哦，也可以做金属款、金脚款，金耳款，无论你买个金都可以都慢慢啦，时间都用来做。啊，买个山下几多卡拉全部有，哎，多几多世界全部有，样都有啦。啊，所以几多世界都是中国所生的吗？嗯，不是小感冒。唔是讲哦，两三百世纪一时见咩哦，千宝贵哦，唔使麻烦。几多世纪？黄金为天，太地都是金咩？主要就是一天曼陀罗法啊，主要就是实际上几多世纪啊，无主要嘅分别，因为就是莲花化身，唔系像啊你那个世间嘅众生嘅肉体哈，啊母胎所生嘅肉体啊。叫休息，因你个裸露下来哈，也不是休息，是有压实。极乐世界的众生莲花化身啊，身体形象庄严，不三十米相不是中和，其木嘛跟你石头也不是，实际上呢，你石头也不是空药，创始希望无停止，仅仅无害态。那所以你无论是你石头按不是创始都有那个天空中啊落下种种的法轮啊，那主要就是用来的那个时间分印度啊分为主三世亚三世，所以称为主亚六世。刚才我拿来的那个世界的十二时辰来分哈，用十二时辰永远谈不是简单讲啊哈，你石头的三世天光以后你头长出这一段时间，他的以那个时钟来算哈，天光后九点到十点以前，你初分要属你初分，十点他的十点到两点的中间哈，不是你中分，下昼头两点以后到你头落山，啊，这不是你后分，这是你三时，安不是呢，都度贪污，托他的安不是差不多十点左右的时间。该不是亚初分，太地要不是个十点到两点，不是亚中分，俺不是个两点以后到天光，不是亚后分，啊，该是亚三时，这个主亚六时哈，主三时亚三时，不是主亚六时，用俺的那个世界论，提到世界模样，啊，该你们讲过，哎呦，该创始模样不是，该没听没听开么？哦，唔会开。因为基督不是亚种的四天五魂加上的身体啊，人家不会去哦，所以他创始都按安乐按自在倾向庄严自由自在每日精进修行，只是说我的那个世间讲有主要六十，就是我拿我的那个世间主要六十来论哈，你三十亚三十从虚空中啊会落下许多的法来，曼陀罗印度法凡神中国法那十一是一法啊，就你看到千凡一个法了，千凡一个法哦，不像我们那个世界太空法不理解也过得去听闹，实际上我太空法听解啊，不过世界人因为我太空法听闹我讲其实世界的法哈，无论哪个法从西空中落下来的都是听闹啊，平等的合法讲闹啊，双方有讲了，没那个重要。我讲听，该闹听闹，双方人谈，我说你是闹嘛该闹哈，没打普通人打他个，我那听闹，没一个闹哈，也不应该讲，我那闹了，听好看美丽的意思啊，就是讲嘛，下次讲美丽呀，平等上，平等的南部的哈说，我那闹，双方人就讲啊。
其实是迷的啊。佛有一种满人的心意的法，十一法，曼陀罗法，十一法啊。你心中所欢喜的法，从虚空中都落下来。那么这个法落下来有没有个作用呢？其国众生啊，上于前单各于一界，这就一界心中没有法供养他方十万亿佛，其土极乐世界啊，极乐世界的国土所有的众生，极乐世界的人啊，你往生到极乐世界的人，上上出来的家庭各有个九成头，前单前单九成头，单啊日头都长一出的以前的时间，天光呢日头长一出这一段时间，日头忙又白出来以前，叫做单啊，前单就是前前早晨就前前个海啊，都都天光以后个前两个时间啊，其他世界的人哈，多了个天光后个时间，太阳也是用啊，你那个世界光了啊，各个用了个一界，不一界啊，一个是界呀、啊，三米三几米呀、啊，三米呀、啊，也就是界啊。天堂法经落下来呢，没准备到就啊，上面拿起来神，按的一界哦，非但是有准备好一界哦，有个神法装法的东西呢，拿来呢，哦，法经落下来呢，拿个装法的东西去神，就是一界啊，非一界非一界，界上面界就是装法的稀奇，神法稀啊，神中没有法，神就是神呐、啊，一装啊装啊。中没有法，没一种听到哦。比如我话曼陀罗法、摩诃曼陀罗法、曼殊沙法、摩诃曼殊沙法，法法经所讲嘅，一下种种嘅妙法，统统都有千多种、千万一种嘅佛法，从虚空中非常微妙嘅法啦，虚空中通落下来，落下来，其他世界嘅人呢，就去长到了，长到了做乜嘅呢？供养他方十万亿佛，做乜嘅法长到哪去供养佛？去哪去供养佛呢？十方世界。十方世界供养十万亿佛国的佛，娑婆世界到西方有十万亿佛土，前面讲开了哈，从阿弥陀西片去，一直到极乐世界有十万亿佛土安然，就是极乐世界。那么两位讲话，把个法装到了供养十万亿佛土的佛土，表示讲娑婆世界的人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藏多法拿多尊娑婆世界供养释迦牟尼佛，不讲了弥勒佛神佛哈，拿多尊娑婆世界供养弥勒佛，供养好多尊一切世界是只有含在做，啊呢啊，所以讲第一是十凡多本观，就在世界时间哈，二十凡以前呢都是用阿弥娑婆世界的情况讲了，二十凡以前都天光了，天光了哦，虚空啊，那心都发下来，那发下来，我就一张。讲到法了，多杂婆世界供养释迦佛，供养弥勒佛，供养后多转去极乐世界，都都十方的时间，啊，那有几件呢？十方一土一佛都没几件，弹指可多，就在人家面前吼，弹一下子，弹一下子是不多些，弹指可多，听说，转法转来拿到两个世界的供养佛，啊，多转去佛是谁？你是想要去求呢？比没有我是哪家还求呢？没有过说你骑摩托车吗？恐怕还能十分钟哈，该不是啦，一没有讲究东西啊，所以你去骑到时间哈，必来佛门广场下去。现实讲嘛，你往生西方以后，多少娑婆世界了供养释迦佛，供养将来弥勒佛神佛供养阿弥陀，供养弥勒佛都可以，他是你的目标。那么供养后多少一佛示范，嘿，都都好示范啊，都都好做示范的，不是人做，是人现的。所以事实呢，就在那个四个时间就多少呢？反倒本观，本观就起到时间啊，回到上这个本观。刚才讲你还有一五十个 CP 哈，多少呢？就是翻，翻式就是翻啦、啊，没本翻式啦，你是翻啦啊。是翻也有喜欢吃饭的嘛，像二十么个东西哈，几就不是嘛，有么个东西样子？你要有个米家，有个米家就来了啊。那二十么个东西，一年个心意都不现钱啊。那么十宝以后呢，银行啊，我们像阿弥陀都一种凡夫哈，十宝也就大胖仔讲行花，是是回回叽里呱啦哈，几多时间没？十宝以后就去银行，翻式银行啊，十宝以后啊哈，就去银行，用宝那银行呢，
在那个福彩师时哈，他们做银行堂啊，出来出往哈，一条行一条用工啊，不同人不跟人一条行一条人不修管，也不同一条行一条修管啊。那就失报以后啊，就修行。简单讲，失报就修行啊。有人失报以后，大方在讲闲话，浪费时间。又不错口音。那么听到是一个众生失报以后就念佛啊。也就是凡恶警惕，极乐世界的一波的听一种庄严，沙利佛，极乐国土神啊，极乐国土神修一世功的庄严，一种解上文。那沙利佛呢，极乐世界的国土神修了以上，阿弥陀佛引起所修的太阳大愿所神修的啊，这个凡恶警惕的殊胜庄严，都是由阿弥陀佛的引起啊，太阳太行所修成的啊，显示极乐世界。所有的太受一切的庄严嘛，统统都是阿弥陀佛的太阳太行所成就啊。如果没引起所有的太阳啊，所有的太行，莫可能成就这么一个庄严。所以要诚实感恩阿弥陀佛的恩德，所以要努力精进念佛啊。所以你们想讲，到底有样安好啊，没安好啊？决定有样。你们相信你去到世界看啊？但那望神基督是跟黑魔安那个情形，那多少人骂来灰心？哦，没有人骗来，要骗来讲个话，是根本你不讲个话，不讲个话，绝对没骗啊！佛无妄语啊，如来是真语者、圣语者、言语者、不狂语者、不异语者，哪有骗人的话？绝对是真的，要诚诚相信，在相诚以正庄严以起信，激发众生的信心，目的就喊我的诚心啊！莫讲那个话做乜个东西呢？就是用就是个暗处性庄严啊，你要升起信心。一波庄严，第一持觉莲花，第二法恶警惕，讲的啊。第三嘛，化勤研发啊，就是个阿弥陀佛变化种种的勤了，演出种种的法音。各位三弟子，阿弥陀经现在讲正种分，第一相生一正庄严以起信。就是想在上面西方极乐世界的一波正波庄严来启发修念佛法门的人的信心。总是极乐名义讲出之后，撇是一正庄严，分别说明一波正波的庄严。现在是讲一波庄严。一波庄严的经文呢，有四段。第一是持觉莲花，听你法恶警惕，就是讲到凡事警行啊。沙利佛比佛国土神修一世功德庄，极乐国土神修一世功德庄严。上次讲到两位位置，就是听一段，极乐世界主要就是上上有那个天上落下种种的法啊，极乐世界的众生接到的法嘛，升到了，就到十万亿佛土，供养十方诸佛。然后多少呢？读读佛示范，十宝则呢就是金行啊，十宝就是用功修行，上面的种种殊胜功德都是阿弥陀佛引起啊，个太阳太行，所修成的，所以不是成就一世功德庄严。现在讲第三段，化勤研发，阿弥陀佛变化到种种的勤了。来演说法音嘛，使极乐世界除往生的众生啊，自己修行净土。今闻复是沙利佛，闭关尚有种种奇妙插色之鸟，它好空调鹦鹉沙利假林平客聪明之鸟，也先列出这个所变化的禽鸟的名号，也会列出六种名了。副词就是含有，到上面的优势啊，意义相仿。就是讲话重复含有话而讲，一波庄严的脱离魔光态，三光态两团。现在第三团那个说明变化的禽鸟说法的脱离，所以讲副词。还没上当机沙利佛，也不仅不对沙利佛讲。以沙利佛为当机，所以向沙利佛讲：沙利佛呢，彼国尚有种种奇妙插色之鸟，彼国是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的国土。
比阿弥陀佛的基督世界的国土之中呢，平常时啊，常常有许多一个鸟叫，种种啊，显示那个鸟叫的种类挺多，没下面说的出个几样的人听，种类挺多啊。不过两位列出几样的、啊、来做啊来说明了呢。那条鸟叫都是叽叽叽没有，叽叽叽就是叽叽，是跟小有关就是叽啦，没有呢，今天说法就是米没有啦。啊，普通一般的调诶，今天不说法呢，但其他世界的调诶啊，不说法音，所以非常的美妙啦。啊，有喜气，有奥妙，所以称为奇妙。彩色是调一个颜色，一个鸟叫的颜色啦，每个颜色都有，长黄、赤白，各种色都有，检查起来非常的好看啊。所以不是彩色是鸟，鸟就是我哋讲土话讲调诶啦。啊，真多一个禽类鸟叫，在其他世界上啊，庄严的个代替时空那个周围啊呢。有那个那个奇妙的鸟叫呢，下面列出六种来：拍鹤、空叫，那两种啊，你两个世界上都有啦。拍鹤的呀，就是龟身拍拍，脚轻长，脚轻长啊。一个拍鹤啊，从前代替普通比较瓦山跟水田哦，到了春天，人家昨天的时间的拍鹤也就归群出来啊，变成原色世界，非常好看且美丽。但是现在啊，已经清少了，因为一个一般一个农作物啊，代替都是用农药，因为用农药的缘故呢，鸟叫鸡啊分不出来个农药，所以往往啊有受到伤害，因此现在个拍好的呀也就越来越少，轻少啊。那么这个拍好的产下的这个人间啊，就是非常宝贵的鸟叫，以前这个数年清长，所以我的公众人做生意的啊，讲话贵好下林啊，世间的通货当中呢，贵的拍好的价格数年清长啊，拍好的如果没做到特殊的损害呢，价格数年啊，那是可以及时清救啊。像那个古叶拍好的都是有名的长寿的动物啊。那么一方面的数年长什么损拍啊，正好显示其他世界的众神啊都是拍压倾向长年，所以有那个拍好。空调这就是插色调这个毛的神木啊千多种，也平常是不容易看到了，而且通不远啊，它一个通不远上有养一个空调，空调开屏啊，跟每一线开了个空调开屏挺好看所以也为世间稀奇少有个鸟叫，那么其他世界也有空调。银狐调啊，我学人讲法的调那个调啊挺怪口，普通的班人都是学出来的家庭方啊，用调龙来学啊，就要学人讲法所以古人的史记上有一句话讲：银狐前头不敢言，嘿，我讲嘛个秘密的话哦，讲人堂头的话不敢说个银狐面前上讲，因为银狐调啊其实分不出好坏，既然你个话嘛是不是秘密，那他谈了以后就要学人讲，不所以他面前讲某个话他就会听你学讲某个话，所以银狐面前啊不敢讲秘密的言辞。那么显示这个银狐在世界上我的人间银狐雕就是清国贵的鸟叫，两三样抛空叫银狐在我的两个世界上都能看得懂，沙粒印度话凡省中国话就是秋露雕秋露啊就是秋天的秋，下面一个鸟是露啊，太露的露啊，脱露的露，下面一个鸟是就是秋露。两种雕的呢，我的两个世界上我的两家的呀好像是没安的雕的印度啊，唐宫太雪山就是喜马拉雅太雪山上呢有两种的沙粒雕，所以沙粒夫跟母亲啊
我到沙里就是夹个母亲个木竹啊，那个潮路条诶，个木竹天上放，天气明丽又天好看。沙里呀种条诶啊，根据那个评论上的记载呢，就是夹个身材长得非常的美丽啊，模式也清甜啊，尤其这个木竹啊，非常的美丽，又匹配绵月。所以成为沙利为天这个木族天后的极其特殊的调诶。那在印度的一些山上有嘉陵平克，也是印度话，凡是中国话都没有山，非常都没有音啊。讲你啊，从鸟叫的声音天后堂，尤其极特殊的所在呢，也是从调诶二出乱学以前。鸟叫啊，都是乱神啊！也嘉陵平克的啊种调位啊，含在那个乱学地方啊漫游出来，踢一出来的时间，乱学一追开来，啊，个声音就响出来，个声音嘛、超过世间一切声音，非常非常好听，所以佛说法的音声啊，好听的情形呢，无嘛个好比，往往拿来比讲嘉陵平克。所以健康有赞叹佛说法的音声，讲嘉陵平克声，有赞叹佛的说法的音声啊，非常美妙好听，像那个嘉陵平克的调的音声啊呢，实际上超过调的音声千万一批呢，它没嘛该好比啊，加那个嘉陵平克来比，就是一种妙声鸟，这个说个音声啊，轻好听啊呢，因为从调的听讲印度方有啊。上海的那个时间也偏向阳母了，聪明之鸟也种调的挺奇怪，唐光些山上也有，但现在也不是唐多了，从前光有也种调的是一只眼神，身体中一个头拿两只，有两个头拿波体相同中一个，他也不无中央，就是两只调位穷一只身体，头拿那两只将军头拿两个，他穷一只身体按那个鸟叫，我是穷命啊。因为种穷命鸟呢，穷下个时间出世，穷下个时间死，生死穷一时间，所以有没有按那个缘故啊，我们的穷命鸟有没有穷一眼神啊，当然没可能讲一只死一只生，所以几个神事都是同一个时间，所以是聪明鸟，鸟也是非常稀奇，世间上亲手有个鸟叫，唐宫太谢山上啊，从前有两种鸟叫，都拿那个世间的比较宝贵的鸟叫啊来提出来说明了、实际上呢，提到世界的鸟叫啊，比起那个世间的鸟叫要胜过千万一匹，它没嘛该好比啊，只好拿世间比较宝贵的鸟叫来比就会啦。一个经济一个观摩两书经讲，讲起到世间还有百宝神鸟，嘛该什么个鸟都有啊，像福音、岩羊等等啊。岩羊为水鸟啊，一个鸟一种鸟叫也是挺好看的颜色。所以其他世界的鸟叫不只是金龙所讲的几种，实际上还千多千万一种也不一定，那只是随顺当时的情况，那么众生需要的能就是出往生的人得到净土，那各种的鸟叫都会有啊。你要显出鸟名，把你各种的鸟叫的名称啊拿来列出几样来啊，就是帕霍空叫银木沙利嘉陵平克聪明之鸟一种六种来说明，那么实际上嘛，不止两六种啊，有哪里世间两六种的比较奇妙的鸟叫来说明，我们看到世界有两类的鸟叫，那两种鸟叫才看到世界做哪个东西呢？会说法，在下面就是讲鸟叫说个发音和经文讲，四足众鸟，朱鸦六翅，出佛牙音。讲呀，以上所讲的各种的鸟叫，种在多也没一种了，所以众多的鸟叫，主要就是无论你石头安不是啊，
二十到三十，按不是三十，为是主压六十。基督世界的众神啊，都是莲花化身，唔会将来里底都人啊，系肉质嘅啊，凡夫有啲嘅尸体，唔会加下个身体。那就二十到嘅落泪啊，按不是要休息，所以有睡眠嘅时间就按不是。基督世界的众神是莲花化身嘅，啊、嗯，既无所谓疲劳不疲劳，也用不着睡，啊、嗯，唔是睡眠。所以无论你石头也不是，都是连续修行。那么因此之故呢，鸟叫无论你石也是，都有三个时间呢、啊、我出说出种种的法音。那么有时可以提的有人讲哇，基督世界的主呀，拿鸟叫来啊、这个做标准，讲鸟叫出阴伤啊，出个发痛的时间，这就是你石头。鸟叫休息的时间就会暗不死，因为这个你家都是光明啊，模糊暗啊，有的地方按哪个说法。但根据现在的比如说周亚六十读出说法音，可见鸟叫暗不死也没休息，暗不死也还没休息，你也没暗不死。你石头三个时间说法音，暗不死也有三个时间说法音，所以说无论是你石头暗不死六个时间都会出掉那个风啊个阴伤，风啊阴啊，就是上面那个掉一个阴伤啊，轻有火啊，轻有啊，啊阴呢就是表示轻火堂啊，轻文啊个阴伤了，因为都是发阴嘛。有火哎啊个阴伤是跟堂里不进啊症状同样，那么假个阴伤出嘛个阴呢，起阴延长，紧。力七菩提分八身陀分以师等法，也就是明也就鸟叫说出个法音的音声，起音是鸟叫说出个佛那音啊，就是上面说过的佛那音啊，言是显言等于说法啊，唱说过的音声就是同唱流畅唱他啊，世间应该畅快，就是念着畅，同畅流畅畅快啊。佛教慈悲置业基金会以宣扬佛陀正法、培育优秀僧才、积极社会公益为旨志。二十多年来，借由各项法务推广宣扬佛法慈悲智慧，如全省各中心的成立，让信众有学习佛法的道场，实践了弘扬佛法教育的功能性。尤其印证佛经法宝结缘，让大众接触佛法。
明白因果业报观念，才能断恶修善，改善命运。所有的方便法门都是为了引导现代人认识佛教，学习佛法，才能离苦得乐。这是慈悲置业的长期以来的使命。为了护持佛法永续，利益更多众生，佛教慈悲置业基金会邀您继续护持，共同推动慈悲置业的各项会务，让佛法甘露遍洒各地，润泽群生。护持邮局划拨账号：50444468，50444468，户名：财团法人佛教慈悲置业基金会。佛教慈悲置业基金会总管理处，地址：宜兰县三星乡三星路二段20号，电话：0398993190，0398993190，传真：0398987870398987，0398987870398987。佛教慈悲置业基金会南投分会举办恭诵佛说42章经、佛前大供、点灯、供水、护生及甘露施食，日期11月27日星期日，时间上午8点开始前行，下午2点恭诵药师经，恭请湛山法师主法领众，地点南投分会，南投县草屯镇中正路254-86-5号，洽询电话：0492561311，0492561311，南投分会。法会备有免费消灾超荐，请事先报名参加。敬邀菩萨参与熏习，同沾法益，共沐佛恩。配合防疫措施，参加共修，敬请佩戴口罩。佛教慈悲置业基金会南投分会弟子规学习班招生，开课日期12月7日起，每周三下午1点至4点，地点南投分会，南投县草屯镇中正路254-86-5号。招生对象：小学1年级至6年级学生。报名电话：0492561311，0492561311，南投分会。敬邀菩萨参与熏习，同沾法益，共沐佛恩。配合防疫措施，参加共修，敬请佩戴口罩。在生死与中阴的侠道上，盗匪五毒等着突袭你。听闻的人们啊，把上师当作你的护卫。通过一个盗匪出没的地区，是一个充满危险的可怕经验。同样的，在修行道上行走时，也必须经过难行而危险的侠道。任何一个展开艰巨的政务旅程的人，都必须预期自己可能会遭遇一些难以克服的巨大障碍，尤其是贪、嗔、痴、慢、疑五种障碍。你或许能够避开贪的袭击，但是你会发现嗔已在下一个十字路口伺机而动，准备要制服你。即使你逃离嗔的等待，你也会轻易的就落入慢和疑的魔爪之中。这五种有毒的情绪是冷酷无情的盗匪，总会摧毁我们达成目标、自轮回中解脱的任何机会，不会犹豫片刻。在这种情况下，你需要一个完全值得信赖的护卫
来带领你通过重重危险。那个护卫就是你的上师，唯有他的指引，你才会安然无恙地抵达目的地。由于其中有太多的风险，因此你要先选择一位真正具德的上师来作为开始。一旦你对上师建立了信心，你就必须遵从他的建议。最后，你应该学习如何把上师的建议付诸实行。如果你能够正确地进行这三个阶段，你将进步神速，没有障碍。由于上师的慈悲和智慧，佛法的全貌得以在你面前呈展，如同在市场上拍卖的昂贵食品，错失这个机会不是愚蠢吗？如果你信任一位真正的上师，当你年迈的时候，就有一个可以运用的修行法门；当你生病的时候，就有另一个修行法门；当你面临死亡门槛的时候，还有另一个修行法门。你将准备就绪，怀着坚定的信心面对生与死。护持功德殊胜行，无边胜福皆回向，普愿沉溺诸众生，速往无量光佛刹，十方三世一切佛，一切菩萨摩诃萨，摩诃般若波罗蜜。Thank you.
谋生净土。